天气太热，猎犬们好像都有点乏了。盗猎和考林来，我的东西要好得多吧。在黑龙横行的时候，这里的东西也一直很安全。请不要为你的东西担心。你是来买东西的，还是来修东西的？不知道有没有你喜欢的东西。好像很久没来光顾了。看到闪光的武器和防具，
怪，平民，需要我帮助你吗？啊？总有一天，世界上的所有人都会称我为救世主戴维。We'll be right back.
喂，平民，需要我帮助你吗？啊？总有一天，世界上的所有人都会称我为救世主戴维。总有一天，世界上的所有人都会称我为救世主戴维。你好，我是希特里德。你去忙吧。喂，平民，需要我帮助你吗？啊？总有一天，世界上的所有人都会称我为救世主戴维。
啊，你来了。再见。Ah!
外，平民，需要我帮助你吗？啊？总有一天，世界上的所有人都会称我为救。如果你有事要找精灵长老，就先跟我说。
又是美好的一天，希望将来我也能去冒险。你找我这老婆子有什么事儿啊？你路上小心啊。Thank you.
you
你好像很久没来光顾了。看到闪光的武器和防具，我就打心底里高兴。
赶紧过来。今天就到这儿吧。这栋房子已经很久没来过异乡人了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劲敌卡拉安？真不知道西戴尔他过得好不好。路上要小心啊！精力充沛而又美好的早晨。我看到了女神的神力。希望你能在莲花沼泽度过充实的日子。